原子的怪力麻薯，售价是13.9元，300毫升装的。哇，好弹，感觉颜色是这种香芋紫，然后香味好像也是香芋。哎呀，直接跑出来了，好肉啊！哇，我好喜欢这个香味儿。这个手感也很好，又弹又有劲儿的。太好闻了，就是我不会打泡泡。哎，它拉伸性就是像麻薯的那种，但是比一般的麻薯要更柔软一点，会比较好拉伸。嗯。哦，这个被吃色吃了好多，比较灰。食物是还蛮好看的，有一点粉调的那种紫，就是香芋紫啦。网格好快乐，就是一个很标准的麻薯加水潭的质地。这个真的很好玩，我个人还蛮推荐的。给我点个赞再走吧，拜拜。